逃生二包含十分激烈的血腥暴力性和粗俗语言等内容，请以正确的姿势进行游戏。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姿势呢？林·朗格曼是一位正在调查发生在位于亚利桑那州一处农庄的一起孕妇谋杀案的记者。他叫做你叫做布莱克·朗格曼，是他的丈夫、助手以及摄影师。拍摄所有发生的事，你们都只是平民老百姓，前方的荒漠中等待你们是无尽的恐惧，而你们唯一的选择只有逃跑、隐藏或者死亡。 Please wait.神器 DV can't work my diaphragm with this thing on. Audio's gonna be crap. We'll have to. Whoa! 比一零那个高级多了，看着。Fuck. Sorry about that. Left panel's a little soft, but well, we're good. That was exciting. Get as much of the landscape behind me as you can. You got me? Yeah, we're good. Red leather, yellow leather. Red leather, yellow leather. Have a soup pie. Have a soup pie.Okay. I'm Lynn Langerman, here for newstomorrow.net. We're flying past the Havasupai Indian Reservation in central Arizona in search of the origins of murder victim Jane Doe. Hey, Lynn,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say murdered. We don't know that. Oh, I'll say she strangled herself to death. It's what the police report says. We may play this before the doctor interviews. If this falls on the first 30, we need to get the word murder in there. We should probably mention the fetus, too. I mean, how it just...Here, let me try a version that can serve as an intro for the whole piece. Tell me when we're good. Okay, we're good. 2 weeks ago, a young woman was found wandering, barefoot, pregnant, and alone, on a barren stretch of highway 10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Oh! We lost the engine! Fuck! Fuck! Hold on!哦，这就开始了。为什么我在？等会儿，为什么我在这种地方？先改一下灵敏度。刚才灵敏度刚才就可以控制，但灵敏度太他妈要高了。灵敏度在哪儿？一卡一卡的，我去！哇，好高！那差不多就先这样吧。刚刚是坠机，然后我他喵的就突然来到这个，我 DV 呢？完全不害怕，是怎么回事呢 ？Jessica， 刚才他又提到这个 Jessica， 是干嘛的？好像和他老婆都认识的人。嗯？这是学校吧？前面的大叔干嘛的？地中海大叔，
真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怂，可能是因为这个场景的事儿，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怂。经历了他那个 demo， 我觉得那个场景也一般般，不怎么可怕的，就只有偶尔那种 jump scare 那种吓我一跳那种。哇干的杰西卡吗？那个血的效果不错哎。然后这是回忆还是幻觉还是做梦还是什么？反复按左键。我这边摔的把自己都压在这直升机门下面了，却没事吗？哦，这低配野神庙的剑枪摔到石头上也没事儿，不愧比一代看起来高级这么多的低配。Fuck， Lin， 哦，按键也和一代一样，按 Tab 查看目标。Find Lin， nothing matters but Lin。目标找到林。嗯，无名氏的故事，无名氏的故事，哦，这是刚才录的那段，怎么怎么？但是这些是干嘛用的呢 ？OK， 还白眼了，我靠！第一个镜头，不知道干嘛用的，感觉这个画面有点大呢，我去，有点让人头晕那种感觉，怎么下去了？啊！哦。我的妈呀，爬个这个就差点摔死我。你还怎么逃生一会儿？哎，按 H 治疗？哎 ，demo 里有没有治疗这部分来着？我怎么没什么印象啊？该从这儿下去的，我不该往上爬的。老婆，等着我，我来救你了。当 REC 标志闪烁时，表示你正在记录事件，瞄准事件并直到红圈填满来拍摄时刻。按左键继续，让拍这个视频，以记录回顾记录的视频来了解更多事件和目标。按 Tab 访问摄像机，就是刚才那段吧，刚才这个地方吧。啊，这是我刚录的。She wasn't there. Lin's body wasn't in the wreckage. Oh. She could still be alive. 哦，我看了录像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话说我在录像的时候，我自己就说出来他不在这儿，我得去找他不就行？为什么非得回顾录像？好麻烦啊！ Jesus. Is. No, there's no bodies. She's not in here. 啊嘞 ，Lin. Lin. 从这儿还是说了一遍。老婆不在这儿，有时候我他喵的就得像生化危机七一样去找老婆的电池吗？绷带，哇！按 Tab 查看你有多少绷带。按看一下你的右边口袋来使用绷带。哦，使电池和绷带放在左右各一个口袋里。好他喵的，我去，好麻烦感觉。然后我看我该去哪儿找老婆啊？这里有什么能走的地方吗？感觉是该走这儿，哦，确实该走这儿。那里有光，我省着点电量吧。持续奔跑长时间会让你精疲力尽。Oh, oh fuck me! Fuck me! 什么 ？Fuck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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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That did not happen in the crash. Fuck this. Lin.又记录段了，记录下了一段录像。这个人是，就只单纯的被开膛破肚了吗？喂，关了夜视以后，这个质感好赞，我去！关了夜视以后，质感超赞的。反正他刚才要不出这种反应，我连这个尸体看都看不见。这里，可能是我看错了。我先不跑了，这个体力有限制。啊，能往后回头看。
我玩 FPS 玩多了，他们要下意识就想点一下二去换子弹去，谁知道刚才我 DV 刚好没电了，换上电池了。我靠！我刚才好像一共就一节电池啊。哎，又在录像。Oh, thank God! I thought miles from anything. 啊，有小镇，一会儿你就不会 thank God 了。又录像。哎，这是 demo。这 demo 开头那俩，那就无敌了！我靠，如果和 demo 完全一样的话，哇、哦，这风沙，不知道是不是和 demo 完全一样的。Hello, I'm lost and hurt. 开不开门？如果一样的话，我就无敌了，我就完全无所畏惧了，可以是超级省电，我感觉。我记得 这里好像会有什么。Is anybody there? 会有什么东西吓人才对。Please. Hey. Hey, man. Oh shit. 亲爱的艾莉，我无法接受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小伙伴小家伙，所以我选择离你而去。希望你能原谅我，也愿主原谅我这最后的罪过。我明白不得不献出他们，但是我内心已死，无法再活下去了。希望一切能很快结束，而我们又能在一起。除非因为这些罪过，主让我永受煎熬。暂时前，我希望你能在诺斯神父怀中找到需要的你。什么鬼？这 NTR 的节奏，我靠！神明让他老婆在神父的怀中找到女性的慰藉，可以的。人气 NTR。嗯，啊，这和弹幕一样的，吓不到我。这里呢？这里好像没东西啊！我记得 demo 时候跑到这儿来躲了一会儿，吓了我。嘿，没。我先不开夜市了，反正如果和 demo 一样的话，我没必要开夜市。我知道哪有什么，哪里有怪，哪里没怪。不怂，我是来搜刮弹药的。哎，这门开不开吗？哦，按左键开门，差点忘了按什么键。关夜室。这是人吗？他的脸怎么？我听到了奇怪声音。哎，我听见杀猪的声音了，我靠！哎，我看到了鸡胖的照片。亲爱的父啊，挚爱的主仍然将幻象赐恩赐于我。我很确信恶魔日渐临近了。我正在擦拭丹尼尔房间的楼梯，这时脑海中响起了福音，随之我陷入了一片场景。仿若真是一梦，单人牙齿。且在肢体下摇荡着，我本以为是手臂，但结果是因什么什么而什么什么的男性什么什么。随着可怕的太阳下降，我与大地接触，火焰中诞生了可怕的惨状。我心中心生恐惧，难以呼吸和移动，并看到自己多年来用碱液弄瞎丹尼尔眼睛的场景。我想哭泣，但做不到。而当醒来时，我感觉自己的欲火难以极度渴望什么什么进入什么什么，而这种感觉无异于那种恐惧感。我尝试用您的教诲镇定自己，主的显微镜恐怖也愉悦，但是你我想与什么什么会让我更加愉悦。我会坚定的祈祷祈祷敌耶稣在我什么什么便死去，对神圣成人族人 Lisa。 我不能读下去，有些东西绷带，我觉得为了防止这个视频被和谐，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他们要是不能读下去，必须自带哎电池，必须自带和谐了，我就不开这个夜视频。和 demo 一样的话，接下来会有一次是吓人的东西，就这儿了。哈！
不惧啊，我靠，我现在不敌了，和弹幕一样的场景，我这边怕个蛋蛋，就找点文档来读读还可以。哟哟哟，还滑步，好黑过去。前面该有，哦，一会儿才会有口井。我先跑，我先跑，我先跑。虽然我跑得好快。助产士哀悼，新生儿即将呱呱坠地，备好刀，新生儿即将呱呱坠地。助产士，感觉他这个就想写一种押韵那种蜜穴变香肠，不对不对，呸，香肠变蜜穴，反正就是啊，你们懂的，那种押韵的。助产士的夜晚，圣母受到了恶魔的玷污，主织造物已经合唱。哈利路亚，我们无需再等待，恶魔即将在黎明的上死于日之中。哇，竟然要就长这样，其实还蛮吓人的。镜头晃什么晃？镜头老晃，其实有点晕的。God。好像确实是有小孩，哎，很多婴儿什么的。好黑。哦，这是有那口井的地方。啊，来！我靠，不会吧？这里和 demo 好像不太一样嘞。完蛋，这里和 demo 不一样。我快没电了，我是换不换电池？我在纠结这个问题。前面有人说话的声音，要不换电池，万一……哎，就……算了，换吧，换吧。什么都没看见，为什么这有人说话的声音？我决定，我准备跑了，我靠！老子要跑了。Last from the seven horns of the mustard sign ship。就是这个。我靠，这是。去什么去！我靠！我靠！这边怎么走？哎，怎么走？杨斌，死了！往哪儿走？我没体力了！救命！救！哎，这里！我靠！我靠！吓死我了！我最后没事，我最后死前看到刚往哪儿走了，我去！刚才一开始没找到路，我靠，慌的我没，嗓子。先吃个糖。主要这音效吓我一跳，他猛的从那很尖叫声那种音效，我靠，吓死我了。没事，我刚才看见路了，这次直接往那跑应该没事。电池变了，刚才想从那转一圈把这甩开了，结果他旁边这混蛋跑得比我快。我直接
考不考？为什么直接就？快来了！嗯，他人呢？先跑，先跑，先跑！管他人呢！看见路了，我他妈管他！啊！他他！我靠！我靠！哎，跳啊！跳！嗯，哎，怎么了？我卡住了，我去！卡住了！我的什么鬼？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哦，输入法的事儿，输入法的事儿，吓死我了！我去，吓死我了！哎呦，刚那个音效真吓人，我去！哎呀，按住左键来移动某些物品啊！第八章，哇，字儿好多，不想读了怎么办？那反正这个应该是一会儿可以从 DV 里看的，它有那个拍照的图标，应该是可以在 DV 里回顾的。Find Lynn, nothing matters but Lynn。果然这些都记录了，那一会儿想看时候再说吧，反正只有这一个没看，而且这么长，感觉没什么卵用。啊，这什么灯？我靠！哦，眼镜，我他妈一开始以为是电池呢。Oh, Jesus! Then you have. God wants me dead. Okay. 我靠，他过不来吧？这好像是过不来的地方。哦，这儿都过不来。哎呦我去，感觉这后他喵的跟胖子是一个性质那种。这哪儿？应该是往这边走哈、啊。我还是别冲刺，留着体力，一会儿说不定又他喵的得跑路了。我们又动不了了。你的摄像机配备的麦克风按 V 来隔墙听声音以及追踪声音。哎。这边有声音，哇，这都行，哦，我可以开这个功能，可以关这个功能。哎，右上角电量为什么在耗？我明明没有用夜视啊，不用夜视也耗电量的吗？好蛋疼！我平时还得把 DV 拿下来了，也就是说，这边有声音啊，我靠！麦克风耗的电，这离我好像好近呀、啊！我怎么出去、啊、这儿？我窗户可以开。我靠，太近了。套近了，我可以趁现在过去，说不定。
我靠，门开了，那边门开了，我先走。什么怪？动不了，我动不了，我后面有人。What was that? Daddy, help! Fire! Lamp still, Daddy! Please, Daddy, oh God! Daddy, help! Like they're 什么鬼真人？哇，干这圣光可以了。干这圣光不是让我直接坠毁那光吗？哎，又在录像。You know what God says? God said unto Moses, I am that I am, and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你那是左面吧？We st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Antichrist. If we hope to be the Christ, we cannot only try to be like Jesus.得按住肯照才能多你好麻烦，要能按一下就多你好了。这个宗教有问题，感觉各种淫乱淫乱的关系，这个宗教里。门开不开？这老婆的声音吗？难道？ Listen to me, please. We crashed. 我们坠机了。他说的是，这翻译有问题。应该确实老婆。老婆，赶紧去救他吧！得，这就是什么？沙利文什么诺斯福音？这什么鬼？类似圣经那种东西吗？老婆，你等着，我来救你了。虽然我连自己都保不住，还他妈去救老婆。我黑，从这儿他们要转角遇到个爱，我连跑都跑不了。哦，钥匙，这是不会让我开他们的笼子吧？应该不是。保罗，当你得到神父诺斯的耳朵时，我恳请你告诉他，我信任的不安故事仅仅是我的恐惧，并非事实。你们 瓦尔的行为就像有人有人听什么本质什么什么上的事情，我对什么什么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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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句 shit 是怎么着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有人过来了吗？没有吧。我靠！什么事情？那边脚步声！啊！我去！他打！啊！我嗓子！我去！他大爷的！怎么哪儿都是鸡胖的照片？啊天！把夜市和这个都关了，我看还走不走电？夜市和听声辨位都关了，反正我自己有耳朵，怕什么？进入衣柜来躲藏。然后并不需要躲藏，又是这个，哦，诺斯福音是他喵这个他们这儿这个神父写的吧？大概，他们这儿神父难道是这货吗？这货叫诺斯吗？难道？把你丧尸从我身上拿开！他正打算对我老婆做什么？这里好像有人呢，你打算对我老婆做什么？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不会原谅你的。那玩意儿照什么东西吗？不对，这能看见吗？老婆，我能出去吗？哦，能不能出去？哦，老婆，我来了。老婆，我来了。老婆。Oh God, Blake. Are you okay? No. What the fuck? I don't know. Oh shit. We have to run. The outside. 我靠，这不还能跑吗？等等我，等等我，跑得比我都快。我靠，有伴了，我不怕了，怎么办 ？Where are we going?Away from here. Anywhere but here. 哇，怎么真的有种上飞机气的感觉了？找老婆，找到老婆，然后和老婆一块走。Oh God. What is it? My stomach. 肚子？不会先有了吧 ？It hurts. Something's wrong. 我靠，不会已经被 Fuck. 中。我有种非常不祥的预感，我有种。Stop. I need. Oh, God. Jesus Christ, Lynn. What's happening here? I thought you were dead. When you fell, I thought we were all dead. It's okay. I'm here. We're gonna get out of here, okay? God. What did they do to you? I can't talk about it. 妈妈，绝对他们不能说，绝对是因为。Please don't ask me. 完了，绝对绿了。我靠，绝对绿了！ They're coming！ 他妈的，老子要有把枪，他们全都得死！我靠，绝对他妈绿了！看你老婆刚这口气、啊。What？ I don't know. He's insane. They're all fucking insane.Please, Blake. I just want to get out of here. 对，这个广播里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难道是因 ？I can't. Not now. Let's just get away from this place. 我老婆怎么看见路的 ？OK. 没有夜视我能看见，关了夜视毛都看不见，老婆怎么往这看呢？Stay back. We'll be gentle.I swear to fucking Christ, the first person who touches me loses their eyes. God, no! God, no! God wants the child. God wants the child. Get off me! Get off me! God wants the child. Lynn! No, you... No! You, no! You motherfuckers! Get, no! Get off me! You leave her alone! Leave her alone! Lynn! Lynn! No! No! Fuck you! What's my boy? I've watched my father fuck your god to death.Lynn, no! Wait! No, wait! Don't! There you go. No! No! Oh! For fuck's sake! Take her home. I'm gonna share my love with the father. Motherfucker! God doesn't love you.Not like I do. 这可是我的！我去，大哥，你男的女的？我靠！ Yes, my love. We have mother. I think I'll see you again. you
Oh, shit! Lynn!这老婆这怎么了？这是老婆吗 ？Jesus, Jesus God, fuck, were they？ 这是不是老婆 ？Heretics， 老婆被带走了吧？好像。They called Lynn mother. It's not just the cult. It's two sides, Christians and something else.我吓死我！刚才好像是老婆怀孕了吧，然后所以他才肚子疼。他们对想要把孩子弄了还是怎么着？刚才他们把老婆放倒以后，第一波人是两波人，第一波人先把老婆放倒了，然后想把孩子弄了，还是想 fuck her， 还是然后第二波人把第一波人干死了，然后又把老婆带走了，想把老婆也是想 fuck her， 还是怎么着？到底想干嘛？这人不懂，不懂。哎，我怎么下水了？下海了？下我干嘛呢？上面有人。我靠！我好像可以潜水躲过去，天啊！电池！哎，这走不了，这走不了，从这儿呢，这儿呢。窗户能开吗？窗户能开吗？这儿。我去。嗯，又是那个圣光，然后。What the hell? I'm dreaming, or out of my fucking mind. 这到底是现实还是醒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游戏到底是他们的奇幻的那种还是什么鬼？一代里面有超自然元素，瓦尔里德那种东西，但好歹不会穿越。这为什么这代会穿越？是幻觉还是怎么着 ？Music class， 录像，先让他录像。哎，又是杰西卡的名字。杰西卡一开始飞机上也提到了。I'm sorry I have to do this. You should have loved me. You should have helped me.Jesus, forgive 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m so, so sorry, Jessica. I remember this. 哦，我能吹响这个幽风号吗？哦，好亮。Jessica and Lynn. When we were. Oh, fuck. I'm back in the fourth grade. And here I thought this couldn't get any worse.中间这难道是个男主吗？讲到这丑的不行，哪个是杰西卡，哪个是老婆，我都分不出来。感觉这俩人长得都一样，这三个人的照片吧。但杰西卡是干嘛的？为什么一直提到这个杰西卡呢？我靠，这里有光，我还过不去。哎，刚才这个 DV 的画面好像有点不对劲呢。声音让我有点慌，后面这门估计开不了，或者我去，姑且开开夜视吧。哎，这是一开始游戏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人吧？我靠，我就不看看两边的门能不能开了。开了夜视以后，画面有点模糊。哎，这个门应该能进去，但是我互动哦，我能开电视，后面别拉人，这有电池啊。哦，不是开电视，刚才是我推架子，我还以为是我开的电视。我靠，这个音效哥人就站那没动。没有绷带，这明明是个医疗箱，却没有绷带。
这门也开不了。我靠，又要没电了。我靠，离得越来越近了。我去，我靠，是好像没什么乱事儿，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去，这门开不开？难得这么亮，算了，我直接走吧。能直接走吗？这儿有光，这儿有光，我直接走行吗？哦，出来了，我去。哦，这个地方好爽。